看怎么镜，我放错镜头，我在怎么拍我自己。这个好美哦。哦，对呀、啊，那边是海湾吧？很漂亮的多肉植物，好大的咖啡馆。这地势蛮高的，我们刚刚开的路还蛮可怕的，一路都是陡坡。这是一只羊驼一整年的毛量。Yeah, so at the shearing, last one was a little one-half-year-old boy, so it's definitely still growing, and you can have this much. Then when you have a little alpaca fleece, it's quite different than sheep wool.They don't have any oil content on the fleece, so it won't give the greasy feeling. They are shy animal actually, super easy to get freak out with any fast movement. 我们现在先看的是南海区。Yeah, I'll just drop some leftover food on the ground, but even while I'm eating, just go to pet the. 你看它的粉红色就是吗？对对。哦、yeah. oh.。感觉好温暖哦。嗯，你可以抱他的脖子。Hey，Hello， 好吃吗？他是弯头下去，他想吃草。其实蛮臭的，可以摸肩膀，不要摸屁股就好了。有啦，我摸够了。哦，啊，你不抱他的脖子？他也是低头，所以没有办法抱啊。嗯，他去吃那个草的脚都咕咕咕的声音呢。哦。好好吃哦、啊、有哎、欸、有声音哎、欸、对啊怎么很像很好吃啊 Yeah, so other cuddly ones 很像吃饼干哎他的头整个埋到里面都看不见脸了啦他只要吃啊没办法没关系啦吃成这样确定他是羊头就好了 That one 吃成这样都已经吃到见底了他这样是怎样？他没意思啊，发出一点声音没有什么意思。我想说他是不是不开心？不会不会，他真的不开心，他自己会跑走，会跑超快。哦。对，那只稍微蹲低一点，这只其实才三岁多。真的假的？但这只毛，通常它这一群里面它毛最长，它看起来圆圆。好难跟上它的脚步。嗨。好。没有，因为这个这只是那个羊驼王在旁边，刚刚叫他滚。哦，那他是被赶走。哦，可怜。现在还有阶级之分。Never can go on. 哦。Yeah. Take it easy. 我比他还要紧张。他的毛其实很密很多哎。一只手抱住他的脖子。他不要。他把你甩开来，他是不喜欢我还是？对啊，他不想靠近人，不想你靠近他。应该是找草吃吧。Hello， 啊，这么明显，你还怀疑什么？他很像泰迪熊哎，我很想找他玩。你这个白的、啊。Hello。我觉得他们如果没有丢饲料在地上，他们就要一直走动才会有草吃，所以就没有办法再定点跟我玩。他的目的是吃草，不是跟人玩。对。哎，快点像刚刚他示范的那样，去搔他的脖子。对。哦，好像感情很好的样子哎。Yeah 要不要养一只啊？后面没有啊。到哪里？这里吗？对啊，阿伟靠在他另外一边。嗯。他刚用一个很可爱的手势哦，这样。对对对，这样揉一揉。他们在等着要上山呢。来拍一下我跟他。嗯。他说什么？他们要时间到了，他们说时间到要上去了。Melly, your butt. Move your butt. You're right in the way. Melly, your butt. Thank you. Yeah, 可以上山了. You as well. He's
stuck in there. Oh, but I cannot do much. He's the king. He does whatever he wants. So you can live in like everyone's name? Yeah. Oh. Yeah. He's the boss. 虽然他卡在这里，可是任何人都拿他没办法，因为他是男孩之王。Austin。Austin。Come here。Austin。Yeah, that one always needs special invitation. He's a cool boy. Oh, super special.他们晚上就在山上那边睡觉哎。Four little babies. Wow, 接下来要看 babies. That's two hours old. 这是两小时的新生儿。它的毛都还是湿的。He will be holding for 360 days.这次已经六天大了，对食物很 sensitive。家大公主需要所有人的关注。Okay. Okay, so if you're ready for this, come to grab a bowl. Yeah, so this is a flirt. That's a huge attention. That's a huge. Oh, yeah. No.They don't care about accuracy. This one actually, she meant to spit this one. Oh, really? 此鱼之音 Are good? 这只独占了。哎，他怎么不吃啊？对，不是每一只都要吃。他闻一闻就不吃哎。好，来给小只的吃好了。Hello， 来，请吃，请吃。哎，不要急。哎、欸、哎、欸，不要抢，不要抢，不要抢！他说这个饲料比地上的草好吃，所以他们比较爱。哎、欸，他不赏脸呢、欸！天哪！可以吃呢，我可能摸摸他的脖子吧。可是他肚子饱了。嗯。不要摸。不要勉强他啦，找别只。你离他近一点，他看起来好生疏哦。来，这里吃。欸、这只一岁了，他就一定会吃。哎、欸，一岁就这么大了。他很认真的把它吃光了。很好，或者是现在往我们这边走过来那一只白色的、嗯、那一只就很皮哦，真的吃完了，吃完了，哎，然后你去摸它后脑勺的毛，哼，哎，方先生吃它吗？哎、欸、哎、欸、分一点给你小孩啦，哎、欸、你现在趁着现在赶快摸它后脑勺的毛，哼，哦，你想象它的毛超级细超级软，对，很软耶、欸，好啦，最后点给你。天哪、啊，他们生活的环境超好的哎、欸，很喜欢，而且我都听懂了，很多他们讲的我都不太听得懂。你英文很好懂啊， oh. 你讲的英文很清楚， oh. 谢谢你，谢谢、啊，谢谢，拜拜。拜拜，这间 Hilltop 餐厅在我们来之前的几天关门了，在整修。它风景超好的，那边就是 Akaroa， 刚刚说 Akaroa 是毛利语的长什么长港的意思。哎、欸，我刚刚发现一个新景点了，那长得很像鹿吗？还是龙？鹿。